第五名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真名铁木真，他崛起于蒙古一个弱小部落，通过征战统一蒙古，建立有史以来首个大一统的大蒙古国。可以说成吉思汗将军事艺术推向了冷兵器时代的巅峰，并且逢敌必战，战无不胜，将人类的军事天赋发挥到了极致。就连桀骜不驯的军事奇才拿破仑在他面前都要变得黯然失色，无愧为一代天骄。第四名，开皇之治隋文帝杨坚。杨坚登基之后，通过一系列改革，使得胡人政权到汉人政权的平稳过渡，人口得以显著增加，百姓们衣食逐渐富足，国力也日渐强盛，汉族民族力量终于恢复强大，先后征服各个北方虎视眈眈的蛮夷各族，使得中华大地再次重返和平，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惊天壮举。另外，建立科举制，打破了门阀制度，他还开启了隋唐盛世之门，实现了千古传颂的开皇之治。